蜜桃，火烫蜜桃，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，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，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。你冇咩事嘛？冇嘢，我好好啊。咁你跟住我做咩？梗系有理由啦。不如请你饮杯咖啡，慢慢解释俾你听。你就想啦。他眼睛却大笑，轻轻使我轻轻的飘，教这世界似个玩笑。现在我极端冲动，声音也在变调，人迷糊胡乱作梦，理智也已被他干扰。 Hex2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，免我变轻佻。 Hex2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。我情不自禁。我是国际刑警啊，我是职业杀手。有几多个冚唪唥叫晒入嚟，冇到啊算冇数啊 Sir， 等钱使啊。哎，啊，你不怕老师对我讲、啊，是边个打到你这个样子？什么 Kitty？ 啊，不，他们。啊，好。我今日鬼声吞咗你，走！诶，乜走得咁易啊？走啊！连我细妹嗰单点计先？系啊！啊，真系佛都有火噶喎、啊！你话点计啊？喂，我打人嘅名，俾啲面街坊，打得你少啦，单眼皮，以后一见到呢啲斯文败类就有咁远行咁远啦。阿 Sir 而家再问你啊，住喺边？哼！多谢你送俾我嘅花。唉，男人老狗又会姣成咁嘅。送扎花就专程多谢你上次帮我冚翻呢条死靓仔出翻啖气啫。哦，照你咁讲，你个样咁鬼乞人憎。如果我冚你一巴，咪大把人送花俾我，咁我听日可以开花档咯。你试下。喂，咁堕落去有咩味啫？家和万事兴。关心我。如果你嗰个台湾土佬朋友有咩对我家姐唔住咧，我就对你唔客气。点唔客气啊？以牙还牙咯，哈！咁即系佢非礼你家 姐，你就非礼我咯。咁又唔会吧？情侣紧喂，咁啊，即系你着数。佢非礼我家 姐咧，我就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好犯人包你，我得啊！喂，大个佬走咗，停啲上啊，追！唔用啊！